水深不到50公分。哟，哇哦，这只有大哎！大家好，龙爷。那今天呢，我来到了马钢渔港，看所有人全都是在玩溪钓，不没关系，我就找一些浅滩的地方，用这种跟鱼竿，我用 HR 的 Rock Master， 然后两线琴卷，然后一些小卵虫啊之类的，找一些掠食性的小鱼。OK， Go。你看这边的深度可能十几公分，在这种深度呢，其实也可以钓到鱼。那我就用这种比较偏水面的饵去钓它们看看。这个是加卡鲁的啊，这应该是3克多，但它可以丢蛮远的。好像有东西在追。有中，哦，花生，我的好朋友，这是马钢渔港旁边的一个平台，然后你看像那边干都是基钓嘛，那我找一个浅滩钓钓这种。那有可能花生、呱呱之类会出现，他们都蛮凶的，有看到东西就想要追。这一整片啊，水深不到50公分，也是会有鱼的。然后水浅的地方好玩，就是不用去找泳层，你就玩表层，他们鱼都可以看得到。可能丢远一点。好，要，刚不知道什么咬的，哟，哇哦，拖，红色的东西耶，不知道什么，红红的，这边很热闹哦。哎呦，哇，炸很多次，好玩好玩好玩。因为现在是冬天，所以遇到耕鱼的几率会比较小。那我觉得这边如果是夏天来钓耕鱼，应该也是很好的地方。有了，什么嘞？哦，黑点 ，OK， 不错不错。然后耶，还是黑点，黑点又一批 ，OK， 钓一把，好，放生。冲的，啊，呱呱，啊 ，OK， 可爱的呱呱，冲哦，把你放在这边。
大哎、欸，23公分左右，还蛮冲的，厉害厉害。这个我是第一次用，我真的觉得蛮好用。然后现在是正在退潮嘛，我原本是最涨的时候来钓，钓涨退，越钓呢就越不咬。有两个可能性啊，就是鱼往外游了，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同伴一直被钓起来钓很多次，他们害怕走。其实鱼啊比你们想象中聪明，他们并不是什么七秒记忆哦，就是常常会这样钓一钓之后，他们警戒心就提高。但通常这状况虽然不是七秒啊，但可能半个小时就可以了。那下次来可能就是夏天了，因为来这边实在太远了。好啦，那今天就先这样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